目前俄国在俄乌边界增兵，引发外界猜测其动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俄罗斯可能明年一月底时大规模军事介入乌东顿巴斯地区。美国情报圈则研判，俄军明年初将动用17.5万大军入侵乌克兰。12月2日，北京和国际奥会共同起草的北京冬季奥运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提交联合国，并在当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不过有奥媒称，美印澳日等20国拒签冬奥会休战协议，旨在抗议中共人权劣迹。土耳其也没有签署，以表达对中共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不满。分析认为，中共种种反人道的行为已让西方国家清醒。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周五表示，园内一对河马母女因有流鼻涕症状，经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被隔离，成为全球首例此种动物确诊的案例。目前尚未厘清河马是如何染疫。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近月来持续创新低，里拉自今年初以来已经贬值40%。政府不断降息导致通货膨胀加剧，3日公布的最新通货膨胀率为21%，许多民众缩衣节食度日。如果天冷想买件冬天的外套，全家就得饿肚子一星期。民众现在急着将里拉换成外币、黄金，甚至 iPhone 来保值。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